大家好，我是 Dippo， 今天我要开一个幕府的新的局，是武田家开局，我带来一些 mod， 希望大家在等一下看到的时候呢，可以惊讶一下，我带的 mod 一定会让大家感觉就是没有看过的。总之呢，这个 mod 呢很符合战国历史。那个城堡真的是千变万化，每个城池呢让我超喜欢，所以呢我就想要来开一个新系列，就是有关于幕府的。总之呢，开始吧。我要选择武田家，当然选武田呢，因为我在这个 mod 有关于武田家的一些武将的人物做一些改变，所以我想试看看。难度哦，困难就好啦，在网上我真是无法，是什么极难难度啊，传奇难度啊，真是不是人在玩的、啊、都要宣他而已。完了完了完了，他摸到我了，干啊！战役模式就上过京都就好了。胜利条件：攻占京都并成为幕府将军，平定包括下列领国的25个领国：越后、飞陀、甲斐、北信浓、南信浓、京都。所以要平定这几个，这个北信浓跟南信浓在这边，南信浓应该是这个北信浓。然后呢，越后跟飞陀，然后最后只取京都，那就赢了。哦，这么简单啊！然后打了这几个，好，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上打下京都，大家开始面对包围吧，所以也不简单。之前也蛮难的，打打看啊，希望我不会。被 AI 屌虐，夫兵久而国力者，未之有也。孙子兵法，孙武。武田信玄呐、啊。私をここにお迎えいただいたのも武田のためにございますか。那我看看你有多屌啊！幕府啊，幕府真的是我觉得全战系列以来目前我玩过的战斗最吸引的战斗。他那个小兵拼那个两军冲撞起来的厮杀感真的做得很好。最近的三国新作也不错，只是呢跟全战幕府还是有一点落差，这个动画就看一下了。The time has come for a new warlord to become shogun。Who will be victorious? Takeda lands have always provided for our people. Oh, 武田家，嘿嘿，武田，要先北方北上打村上，南方的北条跟金川看可不可以跟他同盟就同盟。我是希望可以。We are master horsemen. Our cavalry has town hall. Let others march. We ride. We fly. Like storms in the mountains, we thunder in battle. 我开局就跟你讲说，武田家就是适合马队。可是我玩幕府马队真的是有点难用啊。
our enemies, all will bow to the Takeda clan. We wait no longer. Destiny calls. 哇，至少有快八年前的梦，那个剑魔水准就这么高了，真的是一款屌 game。我们是武田家，击败下列四组。好，他叫击败村上家。简单讲解当时信浓甲斐的局势吧。天文十一年，武田信玄，因为信玄比较好辨认，其实当时他是叫武田晴信，是还没有改名的，正与信浓各个国人众争夺信浓的统治权。详细可以看我那部讲述武田对付村上家的上田元和战，就是那场武田信玄一生中的惨败。就在前年天文十年1541年的时候呢，信玄与金川家达成协议，将信虎送往金川家担任人质，于是信玄便继任家督，并开始全力攻占北信浓。但当时信浓有善谷上山的介入，加上本身守护小笠原家的权威又上线，所以根本无力维持当地秩序，进而演变出几个著名家族在互相争夺信浓的统治权。这些家族分别是高远家、木城家、小笠原家，还有望月家、村上家、海野家那些的。然后信玄也是在这时候娶到了游戏中的正妹周访姬，并和周访姬成为了姻，周访家成为了姻亲，但也害死了自己的姐姐妮妮。以上就是我的简单叙述。刚开始啊，让他同盟啊，跟那个金川贸易一下，这项提议确实不错。I'm honored to receive you. It is always a good day. 武田义信，笑死武田义信。善谷上山市啊，这个就是躺的、啊。他可以搭信根。开局就给造次背对，有没有看到？只是开局没钱啊，不能造。看那开局的科技，我要研发什么？开局研发气之道。这么血量、靠！1100耶，开打，开局就是信繁对抗一个叫什么远藤义丰的小渣渣，武田信繁啊，开局就屌虐村上一千一魔。这个就不要看了。看一下我们的信繁宫，哇，信繁长得不错嘛，有点帅哦。哇吼，帅！看手气。Thank you.
先打这个轻骑嘛，对。将军前进一点、啊、鼓舞一下士气，不然士气会很容易崩掉。哎、欸，还在那边，开枪里面在前面背袭你啊，背后冲锋啊，无心你啊，还在那边开枪里面朝前面，你有病、啊！哎呦，在反步冲锋个几次啊？等一下，这可以冲空竹心。射死他！啊，冲这个，他还在继续摆枪，哼，摆枪阵在那边，冲他后面啊！撑住啊！不，感觉要输了，希望不要。啊，完了，要输啊，完了。快跑喽！要跑喽！没关系，将军不死，小败。你还开枪阵，你开枪阵追击，你有病哦！算了，小败而已啊，没什么。靠！还好而已吧。还去给我埋伏，我没看到你哦。看，武田赤背队近战攻击有10，冲锋加成35，对阵骑兵都有点强啦。那个冲锋加成就高，普通骑兵15，那有点屌。只是他开支有点高而已。靠，还打我的东西，废物！真打到死啦！去死啊！这你破坏的废物。等等哦，
这个消耗二算了，不要改。这是什么？本领国财富加200，这不错。来喽，打村上家，揍爆他，把他揍死啊！靠北条军，你太多人了吧？看一下还有多少？哎，哇、哦，有点多、哦，围城，等他出城。他弓箭手有两队，足金有点多哎，足金五队，他足金七队，靠，这样我没把握赢哎。多造个两队足金，哎、欸，他想干嘛？哦，有援军，不错不错，打，都有援军了，还有什么理由不打？有没有看到我载的这个 mod 啊？上田城都变了。上田城的城池原本应该是一个小正方形啊，就是原版幕府的城池啊，都比较单调一点。哈哈，爽啊！上田城，我就把我的军队放后面一点了，先让友军去送。反正这座城是我围城的，就算友军打攻先攻进城内，城池还是我的。不用啊，哎、欸，看上田能长这样啊，有没有看到？这是我们援军啊，我们援军在外面啊，等一下就进来了，等援军啊。哦，这要怎么打、啊？嗯，从这边打吗？这边打也不错啊。打这边还要越过翻过超多曲，这么的还不错玩。就是这个。其实这时候这座城不是叫上田城啊，叫底石城啊。公主金，住房公主金。啊，射不到我，射不到我就好。卡把枪族金布在外面，还有病啊！等那个援军过来，先用弓箭手射一下。靠！等等等等，我靠！他竟然自己杀出来、欸，这是我攻城战第一次遇到敌人自己杀出来。
没差，你自己杀出来啊。考到要去杀我的骑兵。他还蛮聪明的嘛。你们这样就赢我啊。这工兵有点笨啊。开枪阵，开枪阵想跟我打，我都开枪阵了，你还想跟我打？突袭你的后面，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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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苏阵冲锋，松散阵型，冲锋死爽，有没有全死？这队，这队要完蛋了，直接他妈死在里面。爽啊！全部歼灭。那个友军到底要不要来啊？先用弓箭手射一次啊，还是那个友军不打算来？那个友军如果不打算来，我真的很意外。第一次看到友军不来。信玄，信玄在这，你没看到？靠！哦，没事。哎，援军，援军突然出现在我旁边，吓到我们。我以为他不来了，真的吓到我。我以为他不来了，原来他是绕一圈过来哦。因为我没有开地图啊，我想着求真实啊。就把地图关了。我看，这你是有病了？你派雾一众去雾一众来送死吗，先生？你差点被盟军吓到。我想，那怎么会有盟军
怎么会有人从我后面偷袭？靠，但这里面人有点多哎。枪族轻，斗志高啊，这杀进去不保。省点兵啊，叫弄要利用盟友啊，帮忙进城。这个快死光了吧！斗志涣散，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战斗。看到啊，战斗啊！村上君啊，只能做困兽犹斗啊，一次死三队在外面。你如果撤进去还好说啊，但是你是派在外面了。错啊。这个就让你打了。射这个。消耗他一点实力，用弓足轻射。射这边一群聚在那边送死。反剑啊，射死他，村上君。他在这，是不是没射到什么毛啊？这个解小路是自己杀进去的哦，我觉得可以哦。那我也跟着杀进去这里。将军也可以前进了，鼓舞一下士气。加快一下速度啊，速度太慢了。我们已经打下外曲轮了，有没有看到外曲轮已经沦陷？绝小路士正在往本丸进攻。他们逼不得已只能撤回本丸。如果他们想要的话，他们一定会撤回本丸。来，我们要往本丸进攻。是这个枪组吧？好，这也可以杀进去。该支援还是要支援啊！这局我们损失蛮小。有盟友啊，有盟友帮忙打。看我明明没有跟他同盟，他只是站在城池旁边，他就愿意帮我打。有幕府啊，幕府将军盟友多么棒啊！站在城池旁边，愿意帮我打。来啊，看一下战斗啊，这个帅气的战斗，快逃了！这，好爽！
哇，这里面还有一对枪族亲的，这么多。没在怕的、啊。来、啊，这边比较精彩、啊，看这里啊。开打，开打，吼吼！村上君，有个击败的，吼吼！杰小鹿还绕路打、欸，这么屌！放火烧城呢、啊？哇，他还绕一圈，大老远绕一圈，猛哦，爽哦，屌！哇、哦！村上君全部拜塔，爽！看这团小蚂蚁在等死啊！你看开始呀，有没有看到？狂死！他们在一溃塔，然后又开始争相逃跑，就他们的死期到。哎，这个也烧毁了，冲进去啊，把最后一个枪族先干掉，这座城就我们了。杀进去啊，上田城已经拿下了，爽啊！来、啊、看杰小鹿军啊，哇，这打得很帅！哦，村上君又接着溃逃了，有没有看到？你都不知道吗？你溃逃，外面还有一堆武田军在等你，又开始在狂死，给我赚经验值啊，爽啊！这局真打得太精彩了，你看大门快毁掉了，主城快赶快派人去占领主城，所以剑矢竟然还没有用完，出乎我的意料，真的赢了，很简单啊，这剑塔也是我的啊，赢了，爽啊，辉煌胜机，有没有看到？好队友就是不一样啊，真的超屌。